今天早上我们从这个闸口五一楼，走的闸城高速到的古院下的，走的是人工通道，原来人工通道收费是60，今天我们到古院下是58。我们把这个情况发布在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微头条上，好多网友说他们走从闸口五一楼上到古院下，有的是人工是50，有的是52，高速收费也是没准了。现在我们来到闸北，从古院来到闸北，现在是闸北南收费站。我们再次用这个 ETC， 过去从闸北南到闸口那个西下是那个9.7，看看再次是多少钱。现在出发。这边车都堵的，为什么这下高速下不去？那么多车堵的排队的。前方500米，进入野狐岭1号隧道。下巴呀，这个结果就是这个 ETC 收费的可能还没有了，没删了。前方5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驶出高速往北外环张家口北方向。现在到了收费站了，看看这ETC收费多少钱。零元，显示的费是零元。从这个闸口北出来，这个显示是这个ETC是零元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去问问。我这个出来写是零元，啊，就把这个证给证到了，我拿呀。祝你一路平安。从闸北南上的高速出来，它显示是零元，不收费。不知道多少钱。我们这个收费的说是。这个已经在加上收了钱了，这个这儿就显示零元，具体收多少钱现在还不知道。